是甘老师，咱们这是第七届。天使杯，艺术节非常的隆重，也是意义重大。那我现在是想要是以后今后每一次的天使杯，能有出现小银星的身影，会让我们小银星增添一抹光彩。郑书记好，张志英郑书记，再一个，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可以让小朋友很快的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见到了很多国际上一级水平的专业的老师，对我们也是受益匪浅的。我希望每一届的小银星的学生，每一届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协会举办的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你们觉得怎么样？好，谢谢谢谢。我们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呢，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组委会给重庆小朋友的鼓励。好，在这里呢，祝贺我们的大赛圆满成功。一、二、三，我参加了多个项目的比赛，只有这次比赛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第一，比赛设置科学严谨；第二，比赛对我们的孩子和家长、全国乃至世界八方来的人都给予怎样的照顾，无论是吃住行安排的非常非常满意。孩子们满意吗？满意。是。这一次呢，我们来参加比赛的呢，有中国国内的上海、重庆、大连、长沙，这些团来的，来自各方面的朋友比较多。这样，那这次的演出呢，我觉得也非常精彩。那个有上海小银星的队伍呢，是第一次到洛杉矶来，他们的小朋友只有6岁、7岁，很可爱。然后我们其他的地方呢，小朋友也是有很小朋友。这次比赛呢，得奖的呢有5岁的孩子，有6岁的孩子。我们整个来说都是青少年在这里比赛，最后的演出也非常的精彩。